简单跟我们的这个新华社的这个直播网友们来聊一下具体的情况，怎么样？一路顺利吗？一路很顺利。时间可能给正常情况差不多4小时左右，可以出来了。整个程序都还是蛮顺利的。但是现在我先出来了，可能这个队伍分成两部分了，女队的一部分跟我一块儿先出来，然后男队还在后面。好的，谢谢。那咱们准备了什么样一个特别的防疫的这个手段呢？有没有什么加强的？不断的提醒我们所有的人啊，做好防护，口罩、眼镜，保持距离。不断的提醒，我想我们队伍都非常遵守纪律，遵守要求。范范你好，哎呀 ，Hello， 谢谢谢谢。来，范范，来讲一下。哎，谢主任，来聊一下，聊一下不？来，谢主任来聊一下。那个，这次那个这个高低杠是你的这个强项，那你觉得这个接下来自己有什么期待吗？好，行，谢谢，加油。叶主任来聊一下。哎，那个感觉怎么样？这次通关？基本上还是比较顺利，都按程序来走吧。那个这次咱们参赛什么目标呢？我们要首先说在防疫上要做好准备，因为这次是一个特殊的奥运会。另外，我们按照代表团的要求，运动成绩和进入人民双重中，特别是运动成绩，我们要发挥自己的水平。好，行，谢谢我们的志愿者。谢谢，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加油！再见。好，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其他的队伍也在冲来，也在陆续的出来。据我们的这个，我们也是兵分了两路啊。我们的这个其他另外一路记者可能会先去这个门口去尽可能的进行一些采访报道。刚刚我们的这个是射击队已经出来了，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箱子上贴的还是非常细的，因为我们这个箱子上有这个各个驻地可能会分散，所以说，手枪队跟这个射击队其他的这个队伍，据这个，肖若腾表示，他们现在准备行动，刚刚走出来，哎，走出来了已经，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中国代表团已经出来了，又出来了一部分队员。我们看一下金导，你好 ，Hello， 王教练，你好，怎么样？感觉？谢谢。辛苦了，海边加油 ，Hello， 加油，中国队加油。哎，加油，一飞，怎么样？感觉？挺好的，不累哈，加油，不错。哎，我们刚看到这个卢于飞，我们这个新晋的全能，全锦赛冠军也是出来了，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原因。哎，曾云，来，怎么样？感觉？挺好的。这个过程长吗？觉得？稍微有点长吧，下午3点出道就到了，然后出来已经快8点了。那这次空场比赛感觉怎么样？可能会空场比赛啊？应该空场应该也挺好的吧？反正就是比出自己水平吧。目标呢？目标肯定是冠军的。加油！好，夏尔王怎么样？感觉今天？稍微有点紧。等了多长时间？从下飞机到现在？好久了，都已经有点懵了，都没有时差了。本来就很近啊，那这次奥运会的参赛目标是什么呢？最后成绩呗，想拿冠军。好，行，谢谢，谢谢您，谢谢。谢谢，加油，中国队加油，辛苦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